作品都是属于异形或是不定型的东西。其实我在想说，如果能把这个东西演化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方方整整的一个室内，那不仅能节省工期，也可以节省材料的耗损。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案子就摒除曲面，摒除异形，我们开模去制成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教室或这个演讲厅方方正正的东西，最主要是想说如何去缩短工期，然后去缩短减少就是人力的资源的浪费跟精准度不高的发生。这几个字是折叠展开跟分类跟漂移。